那说到云武林啊，这一走进来你就感觉到哇，一股冷飕飕的寒意。那最主要呢，这温室它是仿的就是高山森林上面的环境，走进来确实蛮凉快的。那另外呢，一走进来出现在我们眼前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瀑布，估计呢大概有7层楼高。而且呢，相信每个游客一走进来啊，第一件事就是跟这瀑布啊来拍张照。那当然了，说到这瀑布，我们看了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个在室内的瀑布啊，我们倒是头一回看到。而且根据了官方资料的说法，他说啊，这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内瀑布。好了，咱们就进去好好探索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值得玩味的，走。